今天你让军人优先，明日战争来临，他们会将生的希望留给你。军人生来为打仗，保家卫国，维护祖国的领土安全和人民财产不受损失，是我们当代军人的首要使命。战争年代，军人用生命和献血捍卫领土完整；和平年代，军人用汗水和青春保卫祖国人民。在任何时期，我们都不可以忽略军人的存在。如果哪一天我们说再也不需要军人保护了，那么很快这个世界将陷入一片混沌和黑暗。社会大跨越式的进步已经分化了军民情谊，曾经的常见军民与水情慢慢变得忽隐忽现，何时我们的人民和保家卫国的军人隔阂了？是这个社会和平的太久了，我们忘却了他们。如果有一天军人不再为了人民牺牲奉献了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天天走的桥上缺少了桥墩，如果有一天边境线上来来往往都是外国人，如果有一天海岸线上停泊的又是猎犬军舰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舰空防线是列强轰炸机，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临，你还会觉得军人不重要吗？不是你看着和平那就真的风平浪静，平静的湖边像实则暗流涌动，只不过你看不到罢了。军人，我们的军人都是出自老百姓，不能你的家里没有人当兵就诋毁他们，不能等到你家里有人当兵就称赞他们，这样的伪称赞我们不需要也不欢迎。军人优先98洪水，多少军人为了守护人民财产不受损失，永远的失去了生的机会。汶川大地震15军将士签下生死状，写下遗书，义无反顾的从5000米高空一跃而下，为了尽快到达地震中央，不畏艰难险阻。天津港爆炸使你留下逃跑时的狼狈，他们背起氧气罐，拿上灭火器奔向火场，多少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永远。追悼会上你看到了的是一个又一个失去孩子的年轻父母，他们是谁？他们就是生活中在华夏大地的中国老百姓，我们还能说些什么？什么也不说了。军人购买一张火车票都可以遇到嘲讽，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？落实与行动在哪里？我们军人可以排队，可以的。我们的专用窗口从来不用，挤满的都是老百姓，因为我们来自老百姓，我们不忘本。但是我们的残疾军人等不起，更加伤不起，克服的解释毋庸置疑，只不过我们的心有点疼，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擦干眼泪继续前行，默默奉献，哪里来的岁月静好，只不过有人默默为你负重前行罢了。不要今天伤了军人的心，明天兵临城下才想起他们。即使是那些已经为国家贡献过青春的退役军人，甚至是已经残疾的军人，即使没有你们想起，他们一样会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去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利益。下面来的这位领导，您是在对我们的残疾军人予以执法录像吗？您觉得我们会讹你吗？如果这个社会上军人都不可信任，那么谁可信？残疾军人依法享有优先权利，不设军人优先窗口就不可以优先，谁告诉你的？铁是非常想和那个人工客服出来当面聊聊，这个规定到底该怎么解读？你出来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，向军人致敬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